在建林的场景中，每个景物都经过精雕细琢，无论从视觉景深还是画面色彩，都力求做到华丽极致的表现。在人物造型上更是加以美的夸张，俊俏潇洒的人族，性感豪放的龙族，活泼可爱的灵族，高贵优雅的天族，含蓄而又略带张扬的画风，带给你不一样的视觉体验。除此之外，建林的画面还能像相机一样调节光圈，比如虚化背景、平滑镜头等。在打造中，水面甚至会随着不同技能产生不同的水分，路边的飞鸟会随着玩家的奔跑被惊飞。这一切都是你所不知道的建林。在建林中累计有20000多种声音，背景音乐更是由音乐大师岩代太郎负责制作，由100余人组成的管弦乐团演奏。国服更是聘请了国内顶尖配音团队，重金打造影视级别的听觉盛宴。这一切只为带给你一个极致逼真的游戏环境。建林的轻功系统令你体验真正自由无阻畅游世界的快感，从山边乘风下月，驾龙脉龙地飞起，身轻如燕水上漂，飞檐走壁草上飞，影随心动才是我们想带给你的轻功体验。这就是我们带给你体验到极致的你不知道的建林。等等，你以为建林带给你的只有极致？在建林中，副本的职业搭配被再度打破，每个职业不再扮演单一的角色。气功师除了制造伤害输出外，更是可以担当起远程肉盾保护队友的重任。剑士除了吸引 BOSS 仇恨，也可以使用御剑远程输出，而这一切全都取决于极致的判断。剑灵战斗的智慧不仅仅是这些，在 BOSS 战中，你和队友可以利用团队组合技对 BOSS 造成浮空、眩晕、倒地、击退、虚弱等一种状态，从而造成巨大的伤害。合理的技能搭配和犀利的团队协作才是主宰 BOSS 战的关键。剑灵的 QTE 设计让战斗充满了智慧，每一个前置技能都带有多个后续技能，并可自动切换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在战斗中，你可以通过自由编排 QTE 顺序来组合连续技，让战斗变成一场华丽的表演。此外，剑灵独有的一套全新的剑刀拆招体系，攻防策略被首次引入 MMORPG， 判断对手的出招成了战斗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。贸然出招亦有可能蚕食自己全盘锦鲤。从此，对战也不单是操纵水平的对决，更是一场智慧上的较量。这一切让整个战斗过程充满